看看是不是很为难，为难了评审们，辛苦了，你们应该头发都白了不少吧，好不好？那我其实我有点私心啊，你哦，你很私心，我希望哦，我心不会当丢了，那我也有私心啊，我希望我女儿得啊，哦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太难了，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，对对对对，好不好？所以说哈，还是以这个为准，对，以这个为准，好不好？啊，哎，最佳女配角得奖的是茶经理性，演技收放自如，将一代名伶的身段顺利、平凡、完美呈现，让人拍案叫绝。谢谢大家，好，冷静，谢谢金钟奖，谢谢评审，谢谢公视，谢谢客台，谢谢汉草，谢谢汤哥，谢谢青云姐，谢谢伊犁姐，谢谢茶经整个剧组，谢谢茶经每一个人，我对于可以参与这出戏，我可以成为你们大家的一份子，我非常非常骄傲。谢谢君阳导演，谢谢你相信我，谢谢我在戏里面对手戏最多的温升豪先生，还有黄建伟先生。我要非常特别的感谢建伟在整个过程之中给我的帮助，他给我的灵感，他给我的建构，我的金句是他创造出来的。他今天就是不在这边，但是我相信他应该会非常非常为我开心。谢谢建伟。然后我要谢谢我的金句老师郭敏芳老师，还有雅娟。谢谢我的金句老师是你们，然后你们让我在学金句的路上压力没有那么的大，然后也是你们一直鼓励我，让我相信我好像是真的做得到的，然后我就真的做到了，谢谢。再来我要谢谢我前经纪公司白鸿阳娱乐，谢谢苗姐，谢谢姐姐，谢谢怡璇，谢谢我的前经纪人王君琪，因为茶经的整个过程是你陪着我，我所有的压力，我的辛苦，你是最知道，你最清楚，最了解的。他今天没有在现场，因为他也七天了，所以祝他早日康复。然后我谢谢你，非常谢谢你，我爱你。然后再来我要谢谢我的家人，我谢谢我的妈妈、我的妹妹、我的外婆。对不起我的任性，让你们就是要必须要一直包容我，我的脾气、我的情绪，我不会改，麻烦你们继续包容我。好，我知道我严重超时了，但是就是我还是有一些我感谢已经讲完了，然后我接下来要对不起，我感谢还没讲完，我要谢谢我的朋友，然后现在电视机前面他们已经疯了，然后我现在经纪公司伊林娱乐，我今天的团队，然后谢谢喜欢看我演戏的粉丝，谢谢你们。然后接下来我有一些感受想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让我讲完这样子，谢谢。然后我觉得反正我在很多个访问都已经说过，如果我不当演员的话，其实做什么来说对我都做什么对我来说都没有差别，因为那对我来说都不会是我最想要做的事情。可是当了一个演员，我才知道
你除了要会演戏之外，你其实要会非常非常多其他的事情。除了你必须要学会你根本就没有想到你这辈子需要学会的技能之外，更多的是关于内心，你要学习善良、乐观、坚强、柔软、开放这些很棒的特质。但是偏偏这个行业很容易让这些美好消磨殆尽，这不是任何人的错，我不是在怪罪谁，这就是我在陈述一个现况。所以就是因为这样，我希望大家，我们现在正在这个行业的每一个人都要继续用力的相信，以及所有的观众，我们需要你们的理解，需要你们的支持，因为我们现在在做我们非常非常热爱的事情，然后非常希望你们可以感受得到，可以看得见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期许我们的未来可以有更合理的工时，更合理的薪资，更安全的工作环境，更精密专业的分工，我们可以有更开创更勇敢的思维，以及可以有更多来自各方的资源，让我们可以做我们更想一直以来很热爱很相信的事情。我相信只要每一个人进步一点点，对这个产业都会是非常巨大而且正向推进的能量。我们非常非常需要这个，大家一起相信，一起努力。好，最后真的是最后了，我要感谢我自己，一直以来都没有放弃，我一直以来都很努力，我一直以来都相信着我自己，我以后也会继续努力，继续相信我自己。我是李信，谢谢大家。